和第一局差不多，第二局一开始对方抓得特别紧，防守反应非常的好，始终保持从上往下点。好的，现在成就出现了一个失误。非常好的假动作，突然的掉往前，哦，李龙大又出现了失误，一个杀球下网。有一些在身后的一个点杀，不太舒服。一口气反超了比分，这几分打得不错。8, 7, 3, 2, 1,